新赛季千万比先打地的逃生啊，因为有白拿的武器箱和两个光子机奖杯。首先我们在大厅打开活动，找到这个地铁新赛季福利，这里有四条路线随便选，或者可以跟着我的路线走保守。第一个任务去黑市买一次物资，就可以领到一个欧气背包物资箱，有概率开到五到七级包。第二个任务是到游戏里开宝箱，随便开个基础地图进去，开完箱子直接退出，任务就算完成了。第三个任务在黑市出手二十万物资，去基础迷雾随便收点破烂变买，也是轻松完成。现在可以拿到一个欧气护甲物资箱，我开出来一个铁爪的六级甲。下一个任务是进行二十分钟游戏，拿到刚刚的装备，也差不多凑到三十万了，直接能开一把进阶卧底。完成后选择下面的保守路线，直接就能到达出口，然后就可以获得欧气武器箱和两个光子机奖杯。最后找你们帮个忙，这个夏日领皮肤的活动记得支持一下，快点抢这个魔环之下。我们在大厅打开活动，在现实这里找到夏日福利码活动，进来后先把碎片领了，然后下拉到最底部，输入这个官方福利码南美小欧子吧，就有机会获得魔环之下永久套装。小子牛。